美国他们已经叫做整体貌学，就是说他可以从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格特质，比方说他有没有家暴的性质，他也是不是被害人，他是不是加害人的性质，他可以看到灵性的貌学，可以看到很多病因的貌学，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整体貌学。那美国在1995，美国跟欧洲的国际貌学他们统一叫做眼学，所以现在也包括瞳孔学，包括斗貌学，包括视网貌学、结貌学等等，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叫做整体眼学。好，下一张。那我们学会现在走，除了这个前面都 OK， 整体眼貌学呢，像我们在 level 后，我们今年就会教整体巩貌学。那从巩貌北极可以告诉我们很多讯息。那这个东西在临床上非常好用，就是红貌跟巩貌加在一起非常好用。那我们另外在临床上，我们另外的重点是在临床红貌学。那这一点是大家各有所长，那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的研究我们不会比美国差。好，下一张。我快速的介绍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在整体医疗上红貌学是怎么应用。张副总是数年次，他1996年9月打南南港三高峰长期头痛，那么在做免疫疗法1997年10月以后，他的肿瘤就缩小了0.7公分。那么从头痛上来看，他头痛的原因是在这儿，这个一点大家也不要说这个好像没什么，其实这个是胆囊的问题。下一张。那这是超音波96年的9月，这个黑的是胆囊，白白的是肿瘤，这个肿瘤已经到3公分，医学上的统计这个容易变成胆囊癌，所以我们是建议他去手术，可是这病人他不愿意手术，他就用我们的排毒疗程。下一张。结果下一张，经过了半年左右，你会发现这个良性的肿瘤它就剩下0.7公分。下一张。施小姐57年是容易感冒，她头晕胸闷久的不易带血，那红波看到的她是在胸腔区跟脑区有问题，那 X 光我们也照发现在左边两边的下叶它有支气管扩张严重的纤维化，那调理之后不但红波上能够看到它很明显的改善， X 光也看得到它的支气管跟纤维化很明显的改善。好，我们看下一张。这是刚开始的时候红帽的变化，这是右边，这是左边，这是调理以后可以看到这些越黑的越不好，这个黑的其实我们调理以后它就改善很多。下一张。那红帽看得到改善， X光也可以，这是最早10月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些 infiltration 就是防就是防给 touches 跟 infiltration， 那么到了半年大概到隔年的5月有改善一些，可是到在下一年的8月，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改善，也就是说肺部纤维化它的明显改善，我们从红帽上看得清楚，在 X 光也看得清楚。下一张。A 小姐在医学上诊断精神分裂症，她就医的时候是胸闷、心情低落，而且有幻听幻觉，那么就是当年我们照红帽是发现她其实是毒素积在这个方向，调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发现她很明显的改善，红帽上很明显改善，病人的症状很明显的改善。下一张。这个是刚开始我们看到哇，这个脑区都一看就是精神分裂症，将来我们上到 level 3的时候，我们会教到脑区有九区通通沦陷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那我们给他排毒以后，你发现他其实他的症状也好很多，红帽上都看得很清楚。好，下一张。 B 小姐她是癌症体质，她在剩下2分钟好，我尽量算 OK， 她是属于那种特种业上班，那她是这个酸性体质，那么排毒年以后你就发现红帽它会告诉我们事实，眼睛不会骗的。下一张。这是刚开始，那以后看到这种体质的话，这个就是癌症体质，这个看多了就知道这个有问题，那是医学上是查不出来，就是我们说的亚健康还没有生病，有没有比较好，红帽告诉我们好很多。下一张。这粗黄它不是，它是不是掉顶，它整片都不见了，这种我们叫鬼剃头，医学上该查的我都跟他查了，可是查不出病因。OK， 那红帽上能够告诉我们原因，就他调理好了以后，他就舒服调理了，等到又过了一年，他又以前在症状又来的时候，红帽又看得到问题所在。好，下一张。这是98年，刚开始这是右边左边，他是左边整个通通掉光了。我们看到右边左边，右边也有，但左边比较严重。调理这个一年以后，几乎都好了，就没事了，他就没来了。结果2年以后又发生状况，他又来，结果红帽又告诉我们，原来毒素有点积起来。好，下一张。丁小姐是典型的亚健康，她是头晕、失眠、睡眠不好、肩颈痛、腰酸背痛、容易长痘痘。下一张。那
这个是在我去美国比任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我的 case， 他们就跟我要很多照片了。可以看到这些毒素块在这儿，为什么他肩颈会痛？为什么他腰酸背痛？为什么他会失眠？为什么他皮肤不好？跟讲说的等等，包括都可以告诉我一切。那他们告诉我这是先天的，很难排。啊，那我说不会啊，我们排给你看啊，排了一年以后，你看这个毒素块全部都消失掉了，毒素块这个全部都消失掉了，病人有没有好？好，这个是典型的亚健康，我们在门诊上很常遇到的。好，下一个，微生，这个将来我们学到 Level Two 的时候，可以学到那种 mental 跟 spiritual 的 technology。这个人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没有问题，他就跟你讲没事。那没事，我就很 special 跟他讲，我说你的问题，你有后来他就讲他有过敏性鼻炎。我说你的问题是在你没法原谅别人，他听了就跟我点点头。就他出去以后，他太太就跟我讲，哦，我告诉你了，真准啊，他老公就是这种人啊。他老公对自己人很好，可是对外就嫉恶如仇，尤其是政党立场不一样的人，他出去，他就觉得是他对，他没法原谅别人，就是他身体问题所在。下一张，这个是当一个上市公司老板，那这个红帽一看，这边整个都黑掉了，这个是有问题，这是免疫不全。我就跟他讲，你再赚太多的钱，你没有用，你身体再不照顾的话，我跟你保证，不出多久会出问题的。所以他家说每三个月是从大陆来调理师，这个小红帽告诉我们很多事，这个人他容易中风，这个人他容易得到癌症，这样的情况不好，整片都黑掉不好。好，下一张，好，最后两个 case。高血压的 case， 他是五种降血压，不是在我那，他在南部某一个医学中心吃了五种，因为他太严重，医生一直降，下了五种。结果他用我们的自然方式去调理以后，我们 X 光可以看到，他其实高血压高只是一个结果，他有很多问题，他都一直改善，红帽上看也是一直改善。好，下一张。那这个是在六月份，好，我们可以看得到，他除了他高血压，只是他心脏还没有扩大。好，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是其实门脉有点高压，那有点 infiltration， 这个有关键的他其实而且光影bronchitis。好，那么经过调理之后，你就发现其实很明显的改善，好，不但纤维化，扩张也很明显的改善。下一张，红帽上也看得到，好，那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啊，那后来调理上好很多了。下一张，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case， 这个外国人也蛮好，他叫 Cooper， 从英国来，他主要是常常会发烧。哦，那好久一段时间，那个烧不是很烧，哦，那他会干咳没有痰，当然不能猜。临床上这样的 case， 这个年纪70年次，是什么问题？常常发烧，不是发高烧。这个 case， 我的诊断是肺结核，是 TB 的，哦，怎么样诊断的？因为是从红帽上来看的。我们看下一张，红帽上如果我们有学到。我明年会请到这辈子来谈，他会讲那个体质的分类，那是德国学者的研究，那是在我们基础的身体红帽学没有讲。那么在德国人的研究会告诉我们，一看到这样的体质，这个是属于 immunocompromised 的。OK，immunocompromised， 他如果是 mild fever， 好，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想的只有两种问题，如果不是艾滋病 HIV infection， 就是 positive。我都给他验了，他没有艾滋病 ，HIV 是 negative， 但他 positive 是 strong positive 的，我是这样诊断的。因为我跟他告诉他说你是帕梅 TB 的时候，他不相信，他说不可能，他来台湾半年的，他去医学，因为他们要健来教书，要在医学中做健检，健检他讲是 OK 的，我也不信，我在你那里给我看，我那边要照 X 光，我也没办法诊断帕梅 TB， 我觉得怪怪的，因为我先照 TB 的我才去照，那么真的报告上就打正常，哦，所以在我们一般的健检报告你很容易忽略到一些状况，哦，可是他是有问题的，他是 mild fever 好几个月，你说我怎么诊断？我是从红帽上去看。我不是说我从红帽去看 PAMETV， 不是从红帽上加上我们医学的 background， 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就有办法处理很多事。下一张，啊，这个 case 就是癌症的一个末期肝癌的，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他已经他是 CHIC 了，啊，他根本就是在右侧酸塞，我们知道他整个过活大概三个月左右，他黄疸都出来，腹水出来，全身酸痛，食欲不好，那我们给他治疗了。下一张，这个是在去年那个时候胎儿蛋白在907，啊，这是肝脏，啊，这个是肿瘤，那个时候大概3.6×3.4公分，急性肝炎的 case。好，下一张。那去年4月调整半年调理，发现肿瘤就缩小，剩下2公分。它有蛋白剩下2.09，这是急性肝炎。OK， 下一张。那么今年4月再跟他追踪，又更小。这个病人即使他情况越来越好，他不但可衰竭消失、胸顶消失，他全身酸痛都好了，食欲都好，现在越活越好。好，这就是说我们在红帽上的临床应用，用在整体的应用。下一张。所以我们学会是刚成立，好，我不急要。大家今天有时间来听我们的演讲，我想今天太精彩了。
那我就希望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学院的网站看一下，我们学院在明年会有课程，一系列的课程，然后2月开始教到4月底，那5月初就是我们的毕业典礼。那上过课要通过美国的考试的，这样可以拿到美国的认证。谢谢大家。好，谢谢。